就怕这玩意光跳水，你知道吧？俺买27、28、29，买过不少，总体利润全部平均下来应该是赔钱。你好哥，我拍个视频啊，那我给你加个这收音了。好，有话很美啊。没有没有，你随便演。这26，说实话，我还是第一次收是吧？第一次看，第一次看啊，因为这车卖的应该比较少，都是这几个月热度比较高，销量非常好。这车一个月现在销3万台了吧？都在卖。俺媳妇也是看中这个车了，然后当时你卖了换啥了？换个小点的。他嫌这个车大，当时看了相中那个内饰外观了，开着就是大。这四缸的机器包的不严实，不太理想化，包的严实了，很啥都看不见。原漆，原漆。但你这车刚刚我一问，俺同行有了都知道。对，我之前前两天有一个看过啊，他们是转手新能源了，我让他合计合计。然后这个腰抽了，就是问的太多了。是我问的多了，还是别人问的多？有可能你问一个车商，然后别的车商再问别的车商。恁这个原漆我不知道，有叫。对，我就问了他，其他的没问，其他就是问了一个理想那个店里面，他们有一个。你想买啥车？最终一个市场，他就有几个人收这种车。假如你问了，最后都问到这一个地儿了。哦，你知道啥意思吧？啊，3000公里，三千多，三千多，不肉吧？不是吧？我的补贴到现在都没拿到手里，为啥？因为他补贴慢呢。那这个应该少不了。审核是通过了，就等着搭建了。那你这把货过了，卖了还给你吗？我就是的呀，说的就是他，是不是？昨天我问了，他说月底跟月初会。那你算上补贴，你这个车提出来是多少钱？你算呗，248800提的，补贴16000，其他的没啥了。这多少钱我还算不明白呢。23万2000吧，23万多。十月上的牌，10月24年是10号吧，左右。10月10号，被销两万了，销两万。我跟你说，哥，你21万5这个价，就是比较难受。个人卖了合适，车商收了不划算。意思是你要是弄烂的话，你搁这接手大概多久啊？接手？我跟你说不了，这东西都是看价钱了。跟你说，你要了贵就得遇客户，你要了便宜派出队了钱。我想着是这个价格要是可以就把这个卖了。我还有一个日产，我本来这个车俺媳妇开的。就怕这玩意光跳水，你知道吧？俺买27、28、29，买过不少，总体利润全部平均下来应该是赔钱，就买理想ONE是挣钱。那你咋刚提你都想卖了？俺媳妇开这车给医院，她不好停，她医院是那种机械那种往上都转了。对对对，她这种车太大，只能找那种平面车位停。平板车又比较少，那你买啥车？你这个价位了都不好听。当时我本来其实叫他买个 Model 3的，然后他相中这个外观跟内饰了嘛，比较好看，符合审美，但是车是以实用为主。你要是不着急的话，我都给你洗一个，这扔着接受，试两天，或者一会儿拍个照片，我发个朋友圈，有人要的话，然后到时候再沟通。那行啊，那你先拍个照片，我给你的记住，我现在没有车呀。那中了哥，嗯，那就先这，我拍几张照片，然后中的话，然后。到时候我在哪里，你不是离了也怪近，随时都能来。有人想看了，到时候也没啥看了，就准新车，就给他报一下公里数妥了。行啊，周末哥，行啊。 Nice。